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先期欧的第二天哦，第二天吗？还是第三天？我都忘了。所以难得今天可以让我开 live， 你知道为什么吗？先期欧可能对于一些人，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不过知道小朋友是没有读书啦。不过我们这一些part time 有在做这工的人，有一封信就可以出门了嘛。不过呢，还是要告诉大家 CMCO 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照顾自己，大家记得是怎样照顾自己，对不对？ Hi Catherine，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口罩一定要戴啦， OK， 无论是去人多地方还是人少的地方，总之一踏出你家你一定要戴口罩，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必备的这个酒精， OK， 这是其中一个保护自己的，也是保护家人。然后当然咯，外出的时候 social distance 我们一定要注意。当然还有另外一样，就是回到家中一定要遵守 SOP， 马上去洗澡， OK，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 COVID-19 嘛，又还没有有疫苗，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要 take care。 当然呢，我今天可能大家会被我的课题所吸引进来，对不对？怎么 Amanda 说 B 有一个 promotion？ 对啦，这个产品呢其实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哦，是不是很好奇？其实它是一件裤子， OK， 让大家看一下，哒啦。其实这一次的 promotion 呢是女装的， OK， 是女装的，所以女装是蓝色盒子。当然这一次的 promotion 呢是凡你购买两件有一个特价哦，可以同时购买了一件的女装的 panties 女装内裤。当然啦，这一回的特价购买这两样东西之余，公司还赠送多一件哦，赠送多一件这个 panties， 然后原有的十片面膜依然照送，所以这一回是不是很棒？可能很棒之余，大家可能还是会问我Amanda， 这个裤子有什么特别，对不对？为什么大家抢着购买？然后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标签，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好奇？ OK， 有故事的哦。好，before讲故事之前，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条裤子的 material， 这一条裤子的布料有些什么特别，好不好？对啦 ，Catherine， great news 啊！是的，是的。其实这一个 Aura Pants 呢，本身它的那个纤维，它的纤维是来自 Kodansha， 华文的话叫做光电子纤维。然后这个科技是源自日本哦 ，Hi NG。然后呢，这个科技呢，其实已经超过25年的历史，所以是历史悠久。所以大家也别担心说，啊，这个东西穿在身上，等一下会有什么不好的效果，对不对？别担心，25年的历史，如果有问题的话，我相信也不会流传到至今，好不好？然后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在这一条 Aurora Pants， 是因为它通过生物工程学哦，将这个陶瓷微粒把它磨到直径只有 0.3微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0.3 是多小，对不对？可能给大家一个 idea， 抽象的 idea， 就是说头发我们看得到，对不对？OK， 然后烟我们也看得到，对不对？嗨，我的朋友小婷也进来了。然后呢，烟看得到，还有一样接下来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是什么？我们的红血球，肉眼是不是看不到？一定要用显微镜，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0.3 微米的陶瓷微粒是比红血球，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来得小。所以呢，小到呢就是一条纤维哦，一条线的里头含有很多很多含量的 Kodansha 光电子纤维陶瓷颗粒在里头。所以这条裤子呢，其实这光电子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布料只要接触我们的身体哦，接触我们的体温，它就会散发远红外线，就是发银发瑞了。OK， 然后当然这个布料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质疑，我们马来西亚这么热了，我还要穿还会散发热量的裤子，那不是很不舒服？其实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很薄很通风很透气、哦、然后还有穿了呢是很亲肤，那亲肤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后期后面我再告诉大家好不好。然后当然重点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条裤子、哦、这是因为我们的脚、哦、其实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为什么会这么说，大家可能对脚还不至于那么的照顾，对，大多数会照顾上半身，照顾我们的脸部，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心脏哦，我们的脚啊，因为地心吸引力嘛，人体的血液会往下冲，那个速度是很快，然后再从脚上把血液回送到心脏的时候，那个速度其实是要靠我们的人体的那个小腿的肌肉 muscle。OK， 把它挤压压缩回来送回来。那当然以一个年轻人而言，常常做运动而言，那个血液循环是很快速的，在那个小腿肌肉为什么没有走动，而我们的小腿肌肉就会自己操作，就把那血液搬回我们心脏。所以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的问题，说哎呀为什么我的脚会麻痹啊、哦、为什么我的膝盖很痛、哦、为什么我蹲不下来，其实这都是一个我们的腿打电话给我们了，他就是告诉你血液不循环了，你的里头的那一些血管啊很没有办法把血液迅速送到我们的最尾的脚趾。大家可能可以自我检查好不好，就是那个脚趾甲长的速度是不是很慢、哦、当然这就是会影响到就是血液循环，你血液没有办法输送养分哦、到这些地方，所以你会造成你的这一些循环很慢。所以当然啦，血液回流慢的时候，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你一定会面对脚手脚麻痹冰冷啊、哦、没有办法蹲啦，膝盖疼痛啦，该有的养分送不到那个地方，所以你会不舒服。 OK， 所以腿呢很需要被照顾哦。所以当然因为 BE International 把这个这么棒的科技从日本引进来，就是这一条 Aurora Bands， OK， so 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有几个特点好不好、哦、这个裤子其实呢有一个平复的效果， OK， 然后当然它再来有菱形的缝合，有20多片哦，就是不同的 according 我们人体的臀部小腿的 muscle 来设计的。然后再来呢分段施压，就像这个图片哦，分段施压就从小腿、哦、慢慢的压缩到我们的大腿。然后再来呢有10公分的长度 cover 到这个足裸，再来就是宽腹的腰带，所以你别担心说穿了在上头，就宽腹的腰带它很宽腹，就是你别担心说穿了它就会往下滚这样子。再来啊，这是每一个妈妈都想要的，它会收紧骨盆哦，无论那个妈妈生了小孩距离多少年后、哦、这条裤子都绝对帮得上嘛，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受惠者，等一下后期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OK。 然后最后一项，当然很多女性都很想要的提臀效果，是不是很多人会在 CMCO 甚至之前 lockdown 的时候都很积极的在家学 yoga、哦、甚至是网上很多免费的网课嘛，就是教大家怎么做 exercise 的，对不对？然后不排除这个 lift up 提高臀部每一个人都会做这个运动，不过当然只是那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说大家也配合这个 Aurora Pants 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效果会更快，因为帮助燃烧脂肪嘛。OK， 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有做了一系列的就是一些测试 OK， 其中一个测试哦就是如图 OK， 这是穿着光电子裤 OK， 然后接下来呢20分钟后你可以发现那个颜色很红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很好了。然后除下后20分钟后哦，那个体温还在，还维持着体温。然后最下面的这张图片呢其实是要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普通布料的长裤 OK， 普通布料的裤子呢其实它就是说开始使用 OK 都是正常啦，我们都是这样颜色，然后呢脱下急速快速的我们的血液就下降，就没有办法、哦、整个身体就很快就冷却，就受外来的那些空气影响 OK。 然后接下来的20分钟后明显的变回原形OK， 这是我其中也是等一下我要分享，真的我真的是一个
受惠者，因为这个 Aura Plan 真的帮了我，改善了我很多我的健康。当然除了这一件裤子呢，这件裤子其实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膝盖疼痛啦，静脉曲张啦，然后夜尿 OK， 就是常常一些常常就是半夜又一直会起来上厕所的，甚至是有一些人站久膝盖会痛，腰酸背痛的人，然后甚至是爬不到楼梯 OK， 走不久或者是抽筋 OK， 脚没有力啦，麻痹啦，水肿啊，腰痛，腹胀风，哎，胃胀风 sorry， 然后消除肚腩 OK， 这是很多很多上班族都想要瘦下来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是最难瘦，为什么？我们吃饱就坐，然后坐到放工，然后可能偶尔起身去拿杯水来喝，甚至是偶尔起身去拿一些东西，不然就是整个人就是坐在办公室，哦，这是常常会有开始有的一些，加上人的新陈代谢慢了嘛，哦，这就是为何我们要穿这个 Aura Pants， 哦，当然这一条裤子除了增强血液循环之外，它会减少水肿问题，再来就是会经期问题啦，哦，经痛啦，甚至是来月经的时候腰酸背痛，这都是其中之一。然后收紧骨盆就不在话下了，刚才也说了，便秘、直肠、白带问题，甚至是蜂窝组织。OK， 所以在线上的朋友，如果说你们都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这裤子怎么样可以帮助到所谓的淡化妊娠纹呢 ？OK， 然后瘦身呢、啊？然后再加上一些怎么样的提臀啦 ，OK， 再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的正脊椎侧弯，现在很多小朋友哦，不是老年人的问题罢了，现在其实是几乎青少年甚至是小学生都开始有这个脊椎侧弯，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上课别的没有，小朋友最痛苦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因为我本身有两个小朋友，所以我很了解，就是书包很重，别的没有，一天练习簿、课本、簿子就一大堆的，上一个科目就几本，所以搞到都很重，然后加上又长期坐的姿势可能也不对，所以造成小朋友都会有开始侧弯，然后加上他们青少年又开始长高哦，那个 muscle 我们的脊椎的那些肌肉还不够成熟，然后他就一直拉高的，所以他就开始弯向外倾 OK， 所以这一个 Aura Pants 可以因为提臀，他会把臀部拉平，然后调整好了，这脊椎也就被调直，好，这也是我家小朋友受惠的之一，这就是我很爱 Aura Pants， 诶，这就是为什么我去选择做 BE 好不好，因为要改善了不止我家人，甚至我爸爸妈妈塞静脉曲张OK， 当然在这一个 video 结束之后我都会上载一些图片让大家知道哦。当然除了这个 Aura Pants 刚才讲了嘛，有一个赠品嘛，就是我们的 Panties，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 Panties 很漂亮，很 sexy 好不好，看到没有，这就是 lace， 这个 lace 哦，可能大家会觉得啊 lace 会不会很不舒服，不会哦，马来西亚的这个 lace， 哎，不是马来西亚 ，sorry， 这个 Aura Panties 的这个 lace 呢是很滑的，很舒服，它不会感觉刺刺的，然后也不像一些，加上那个提臀效果就在后头，整个布料也很透气，所以很适合我们马来西亚的女生，也 not saying 马来西亚就适合任何一个国家女生，因为很亲肤。真的很轻肤，然后再来呢很快就干哦，所以我常常会告诉我以前还没有发生疫情之前 OK， 我常常会介绍给我那些长期出国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有长期出国的朋友大家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晚间我们要洗，我们女生就要洗两个内在美嘛，一个是内衣一个是内裤，然后我们住在酒店要怎么洗，那我们常常都会去买一些所谓的一次性的内裤，其实是很不环保，真的很不环保，加上我们现在我是觉得然后不环保还一回事，然后有时候那个一次性的内裤哦，他们的那个资料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
然后有些人会用了皮肤不舒服啦，会痒啦 ，OK， 会造成后续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当 Be International 推出了这个 Aura Pandis 的时候，我 100% 介绍给我的朋友，然后他们都超爱。为什么？因为哦，我们只要在晚间洗了洗，用个毛巾把它捏干那个水分 ，OK， 那就挂在冷气房吹一吹，明天早上就干了。因为第一，这个布料是很透气、很薄、很轻盈 ，OK， 你真的穿了。对了 ，Catherine Chia 说的很轻、很透气，你根本不觉得你在穿底裤，因为真的很透气，你不会觉得很闷热。所以，就像刚才我所说嘛，马来西亚的气候太热了 ，OK， 所以这一次的优惠，我希望大家真的要争取哦，因为是从这个15号到，16号。是我自己忘了，是到这个21号就结束，我只记得截止日期，不好意思。But anyway， 今天呢，其实除了这一个赠品哦，依然还会有这个 BO 的保湿面膜 ，OK， 10片哦，所以这一次的优惠是超值得的，因为以价格来说，消费者其实已经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哦、就是来、体验 Aura Kodansha 的这个、布料的 Panties，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男性的，也有男性长裤、男性的 Boxer， 只是说这一回的促销是女性的。当然这女性的长裤大家也别介意说，哈 Amanda 我是男的耶，我怎么穿？那我不是优惠不到哦？对，谢谢 Catherine。是的，15号开始到21号。OK， 其实这个Aura Pants 还没出男性的男装之前，其实是大家都是 unisex， 都是穿着女性的。其实女性的设计在 XL 以上的设计，其实前面都有一个优势。OK， 所以男生别担心说 ，Oh my god， 会不会把我的弟弟闷热了？不会，绝对不会，因为 Kodansha 的布料很透气。对的 ，Catherine 的家的男，他的男神也是穿着 Aura pants， 当然 Boxer 也在，也穿着。好的，今天的分享介绍在这个 promotion 我也讲完了。不过呢，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我的见证好不好，就短短的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本身其实我之前做的那份工作需要走很多站很多。为什么？我需要去找很多的那些，去见很多那个 pharmacy， OK， 因为我之前售卖的东西是保健品，所以我需要去几乎全马的 pharmacy 我都需要去走透透，所以有时候南上北下，甚至去到新加坡。所以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搭飞机，我是一路下着去，所以长途跋涉。OK， 这 Aura Pen 真的帮了我很多。为什么？血液循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为什么长途的车辆大家都知道，坐在车上，然后你驾车踩油 ，OK， 一路驾到去。通常好像我相信有些人会在路途 R&R 休息，上个洗手间，甩一甩，扭一扭腰，对不对？我不必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因为 Aura Pants 给我血液循环，我根本不会觉得我的背后很酸痛，甚至是我的脚因为踩油而大腿、小腿很累，我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真的解除我这些问题。然后当然哦，就因为这样子的长途跋涉去到那边，然后还要帮顾客站台嘛，因为顾客有 promotion， 我们需要去站岗一下支持一下。那当然在那段期间还要协助培训他们的员工，那培训你没有可能坐着嘛，都是要站在那里讲师，所以站着的时候是站的比人家还要多、啊、然后坐车的次数也比人家多，所以那个其实是颠倒了，我们的大腿几乎没有休息到，就是一直在使用。所以当我接触到这件 Aura Pants 的时候，我发现 Oh my god， 我穿下去第一个感觉是我的脚好轻。当然这个感觉都是要穿上的，然后你们才体会得到我说的轻。你们可能会觉得哈 Amanda 脚就在我手下了，怎么会很轻呢？那你真的需要体验穿，给自己的脚一个机会穿上。对， Catherine Chia 也是其中一个受惠者
哦，它也是常州很多，真的很轻盈。然后接下来我常常就刚才我说出差嘛，出差当你去的那边你都要睡酒店，然后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床的习惯，我虽然出差了那么多次，我常常都会认床，但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都会翻来覆去很难睡，然后一半也很紧张，因为挺臭嘛那个时辰。然后我发现我穿了这 Aura Pants 过后好好睡哦，就所谓的一觉到天亮，然后整个人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整个人是很精神奕奕，很精神饱满，就是觉得你有一个很深邃的睡眠，很 deep sleep， 就所谓的很 deep sleep。 因为通常可能很多人说有啊我有睡觉啊，不过为什么我睡起来我都很累，大家有没有这个状况？有的话在下面扣一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改善你这种睡了多久，好像就睡了七八个小时，已经超过八个小时了你还是很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如果有的话 PM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然后教大家如何改善这样的问题。这是我其中一个穿裤子的见证。 OK， 当然穿了裤子过后我发现这是我先生发现不是我，为什么呢？我不怕冷了。我老实说，其实应该这么说，在马来西亚的每一位女生，我几乎我应该这么说，我看十位应该有九位都会有吊带裙啊或者是小背心穿出门的那种，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怕冷，我从来没有一条这样子的衣服。因为在马来西亚是夏天，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夏天你竟然没有一个背心，没有吊带裙？没有，因为我怕冷。然后我怕冷的感觉就是去 shopping 我一定要穿长裤。我们进广场，我们马来西亚广场都是开着冷气的嘛，然后进戏院更夸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夸张啦，穿了长裤穿了袜子，然后呢我还要带一条小棉被，几乎那个看戏院的地方好像是我家的 sofa， 就这样躺着然后盖着一条小棉被，要盖着这样子，不只穿寒衣哦，我还要盖了，就很怕冷啊。可能那戏院人多，冷气也开调到最大啦，但我就是很怕冷的人，就手脚会冰冷，手脚对一个女生来讲手脚冰冷其实就是血液循环不好。 OK， 可能大家现在在线上看着我的脸色我都不会脸青青，对不对？其实我有贫血哦，不过呢我是因为穿了 Aura Pants， 我觉得哎，我的血液循环好了，然后我气色，我觉得我的气色 也恢复很多，整个人也不会容易说上楼梯就会气喘啊， OK， 透不过气的那种，哦，改善了我好多。当然今天不能够一次过讲完，太多太多见证。然后因为 Aura Pants 真的帮助改善我家里，真的是几乎全家人了，全家人。哦，我接下来结束的这个 live， 我会慢慢的上载。我三个星期前回乡，我访问我妈妈，大家要不要听一下？不过那个访问是潮州话，因为妈妈觉得妈妈用潮州话来做 interview 呢会比较讲的比较自然，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不过依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CMCO 还是要乖乖的好不好，口罩一定要戴，这个酒精洁手液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个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每一个人每日所需要。我觉得不是说这个疫情，我觉得疫情结束后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这些卫生意识都要保持，都要持续，因为这些病毒好像都一直在变了，新的疫苗还没出，那个病毒已经在变了，所以变得唯有靠我们自己人体的免疫系统了。 OK， 可能下一个 video live 呢我去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免疫系统，我们要怎么样提高免疫系统呢？所以当然穿裤子是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一好的话，把养分带到应该去的一些我们的内脏，然后内脏拥有足够的营养啊，血液循环都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病痛都会不会找上我们了，好不好？这些病毒都不会那么容易入侵我们。
OK，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到此，谢谢大家的收看。不过呢，再次提醒大家，赶快 PM 我 ，OK， 这一个促销超值得的。然后这个面膜也是我超爱，然后我是一个敏感肌，这一个面膜是对敏感肌都不会敏感的，都是，下一回再分享为什么它的成分那么好，好不好？不然讲太多大家忘了。Amanda 今天要讲的是 Aura Pants 跟 Aura Panties， 不要忘记，也不要因为等一下以为 Amanda 开播是要讲 CMCO 这个口罩，没事，这次都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东西。好了，今天的分享到此，再见，晚安，祝大家平安喜乐哦，拜。